任何三款，我一 kg 咧就系30,000 won。哎呀！昆凌，哇！上岗前面超级多人排紧队啊！呢一次系综合剧情剪晒节目再生出嚟会长啲啦，因为我真系用手剪剪晒佢。呢一间咧非常推荐大家嚟食啊！一种烧出嚟嘅火香味，大白色嘅猪肉汤嚟啦，个酱系彩虹色，佢咧杯真系坚好饮。大家好，我系 Cat， 咁今日咧我会去云大啊。不经不觉，其实我拍片咧依家都已经拍咗几年啦。但系最近咧会有一种，唉，拍到唔知拍咩好嘅樽颈位。但系因为我又唔想每一条片都系拍日常 vlog 啦，我系想拍多一啲同韩国相关嘅资讯分享俾大家知。所以我谂咗几日之后咧，大家嚟韩国旅行一定会去嘅景点，同埋对我嚟讲交通最方便嘅地方咧就系云大啦。因为我坐机场快线系直达云大啦，中间完全唔使换线。之前拍关于云大嘅片咧都系比较偏琐碎，今次就真系想拍一个。定期会出的系列，可能是云大最近的人气铺头啦，韩国人经常会去的地方啦，又或者新开又靓又好吃的 coffee shop 啊、餐厅呢一啲，主要集中在云大或者附近合井啦、上水同埋延南洞那边。总之系分享一些大家嚟韩国旅行的时候，特别去云大会有帮助的资讯。如果之前有看开我的片的话咧，应该都听过，成日说我自己睫毛又短又稀疏。我之前识过一个人，佢戴眼镜，睫毛会顶住镜片咯，超羡慕，我都好想要呢啲困扰啊。最近就决心试下坚持用睫毛精华液一个月，咁我拣嘅呢一支。是 Maybelline 的飞天韧洁睫毛精华液，我之前为了增长睫毛咧，真系用尽各种方法咯。最癫的一次是中学听闻剪晒睫毛再生出嚟会长啲啦，跟住我又真系用铰剪剪晒佢，梗系冇用啦。跟住我又做过割蛋白啦，但系因为我睫毛系偏稀疏同埋短，出到嚟个效果就唔够劲，而且听讲系好伤真睫毛噶嘛，咁所以我做咗一次就冇再做啦。植睫毛我都有做过几次嘅，咁但系成日咧过咗一个月都会甩剩几条好核突噶嘛，咁我又唔想净系用一啲治标不治本嘅方法。咁 Maybelline 嘅睫毛膏咧一向都是出名好用好 work 啦，系睫毛膏界嘅一个权威嚟嘅，所以佢哋新出嘅睫毛精华液我都好放心用。咁佢呢一支精华液系含有精氨酸，系经常用喺防脱发嘅产品，令佢变得更粗更强韧。另外仲有维生素原 B5， 可以滋润睫毛嘅根部，修复受损嘅睫毛。可能你本身对自己嘅睫毛长度好满意啦，但系如果你长期有做开割蛋白、植睫毛、垫睫毛之类，睫毛会有某程度嘅受损噶嘛，咁就建议同时用精华液保养一下，令睫毛健康啲，冇咁容易断啊嘛。咁同埋咧，佢系有眼科专家测试证实过，就算你系敏感眼同埋大眶都啱用嘅，质地系完全透明精华状，用法咧就系沿住睫毛根部到睫毛尾端向上扫，早晚各扫一次就得噶啦。如果你系冇微量或者额角比较少毛嘅女仔咧，都可以用喺眉毛同埋发际线噶。咁呢一个系用咗4个礼拜嘅前后分别啦，本身咧只系微微触碰7 mm 啦，咁但系依家已经过咗啦，跟住再用佢哋嘅飞天翘防水睫毛膏，搽完只眼即刻变有神咗。最后提提大家呢一支 Maybelline 嘅飞天韧洁睫毛精华液喺屈臣氏独家发售，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嚟到雲大啦，因為主要街道嗰一邊咧好嘈，好多音樂，好多人，所以我就匿埋喺一個比較安靜嘅角落嗰度拍咗片先。如果大家有嚟過雲大嘅話，應該都有行過一間叫做 M Playground 嘅賣衫鋪。咁佢呢一間咧主打賣一啲比較平價嘅衫褲首飾啦，款式林林種種啦，而且唔同季節咧又會換一批新款，所以其實都幾受韓國當地學生年輕人歡迎嘅。咁佢喺首爾其實有好多分店，淨係喺雲大其實已經有2間分店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去嘅呢一間咧就唔係我哋平時去開嘅嗰一啲，而係一間類似減價嘅 pop up store， 咁佢係由今年開始限定某一段時間就會開呢一類型嘅鋪頭，咁佢就唔係就係用價錢減價啦，而係用重量咯。只要係呢一間鋪頭入邊任何三款，有一 kg 咧就係30,000 won，淨係開到今年年尾12月31日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咁啱嚟到嘅話咧，都可以去行下。咁我依家就諗住去睇下究竟一 kg 可以買到幾件衫啊！我啱所講超大音樂聲嘅就係呢一度啦，前面有好多姐姐喺度勁歌熱舞緊啊！嗰間鋪頭咧就喺新新馬登嘅對面，有個黃色招牌嘅呢一間啊，寫住1 kg 30,000 won啊。跟住你唔知衫款係幾重啊嘛，咁佢好貼心地咧喺隔離有塊牌寫咗唔同類型嘅衫褲大概有幾重啊。譬如話一條褲大概500 g 啦，所以你買2條褲咧就30,000 won。女仔可能一條短裙仔咧280 g 啊，所以買夠3件就30,000 won咁樣。如果韓文睇唔明嘅話咧，佢下面仲有英文版噶。咁我哋就開始喺度尋寶，睇下揾唔揾到啱心水嘅嘢。
首先咧，哦，等本陣咧，佢都係照有呢啲價格標籤啦，但係呢啲唔使理嘅。佢本身呢一件衫原價要16,000 won啊，啱啱所講嘅重量嘅話，應該買3-4件就30,000 won噶啦。同埋大部分衫上衣都係 free size 噶，褲可能就有分 size 嘅。牌子이거네？난비슷한바지보조있어이거괜찮지않아？이거근데안에뭐입어야돼그고민하지마일단고민하지말고그냥마음드는거다마사오이거는그냥다사나이거살게근데지금입으면추워죽어 오케이깔끔하는거好多人啊，但系唔会消磨我想买衫嘅意志啊！佢本身嘅铺头咧，即系唔系呢一种减价铺咧，平嘅衫大概10,000 won起啦，贵极都系40,000 won左右。虽然系啲算系过贵款嘅款式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唔系好讲究呢方面嘅嘢咧，又唔会话真系好睇得出佢系真系好过贵咯。特别系呢一啲卫衣款咧，基本上几年都可以着同一个款，即系唔同颜色嘅卫衣全部都上嚟一件咯。哦，要叫我。哇啊！我 cute 姐，有只鹅仔喺中间。如果哦，괜찮네。근데 size 안맞을것같은데。아야맞아。이거사왜못봐이이색깔없어서。灰色、蓝色，买边件好啊？但灰色都好易衬喎，啊，点算好咧？好苦恼，两件都想要。咁首先咧，要拎走晒啲衣架。咁中间咧，佢又会有呢啲磅重器，可以俾客人自己去磅。中途检查一下，买咗几 kg 啊？一开始系0 kg 啦，咁咧就要放个篮上去，然后再揿，重新计算个重量。扣咗个篮之后咧，咁依家系由负0.64 kg 开始计啊。咁跟住拎上去咧，哇！我哋嘅衫系连1 kg 都未够咯，但系其实已经买咗好多件咯。哇，要咯，稳准你 style 的。哦，佢几多件？呢个件 OK 呢件，哦哟，要变真咧，好变真咧，哦，跟住要攞木鞋吧，裤子真唔得手，裤呢？鞋不得，同讲，鞋裤是错字，我系错，啊，사니까그렇구나，요네cute 姐，三件都买，即系小朋友先做选择噶嘛。왜만족하다배터리없다괜찮아배터리엄청많아배터리부자야이아간단품경중이로灰色呢度买一件啦，买嚟衬下衫都好。빨간색으로너무예뻐我想讲好过呢一件咯，系嘛？둘다살까？그래둘다살。T-shirt 我依家已经买咗5件啦 ，OK。哦，佢仲要绿色噶。哦，绿色도사。아니야아니야빨간색아니면녹색하나사자왜냐똑같으니까글자다르잖아오그러네我要在非理性入面寻找理性但是葉的字那二郎 style 坐下綠色好像易襯一點綠色沙子一楼呢度偏向系男装款喎，咁你好吧？如果 size 罗兰阿马切盖，啊你 X 哪只啊？我 X 哪只？我呢一件 Christmas 嘅时候着啱晒啦，又着条红色裤迎接圣诞节，我要 cute 啊！最后确定咧，佢系得2层嘅啫，一楼系卖男装，地下层就系卖女装。好彩佢冇2、3楼啫，唔系话我真系一车一车咁样买翻去咯。我觉得可以再去磅多一次嘅，临买单之前，啱啱好3 kg 啊，跟住依家要排队，好多人买单。大家有冇做過韓國嘅 MBTI 啊？各款都有齊啦，跟住有黑白色啦，可以買一對屬於自己 MBTI 嘅襪出街，公告天下，話俾大家知你嘅性格係咩。
度仲有 fitting room 啦，咁但系应该只可以试裤，唔可以试上身衫噶。系丰收喎，满载而归咯。我哋买咗两大袋啊，价钱系买咗84,000 won，因为佢逐件逐件衫佢又嘟翻个原价嘅。咁我见个原价好似系要150,000 won嘅，咁所以差唔多系半价啦。我自己就几满意，几满足啦，同埋啲衫系真系自己平时一定会着开嘅款式。虽然佢系平啦，但系大家如果嚟买嘅话咧，唔好勉强一定要凑够1kg 咁样去买，唔系话你买落咧真系唔着嘅话就嘥啦。哦，那有机有机都黑的，不，确实都黑，有黑真的不错。哎，这个还能把这个以上耶，有几多黑？佢咧有個釘耳窿嘅鋪頭啊，我點啊？貴唔貴啊？喺嗰邊嘅時候，唔知韓國穿耳窿係幾錢咧？黑蘇？係黑蘇。完全係計劃之外嘅行程咯。여기이이쪽은홍콩에서50,000원줬어。哦，한쪽에？哦，한쪽。여기는17,000원。不相瞞，其實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右邊這邊耳仔是有三個耳窿，跟住呢邊一個，是我左邊的耳窩其實還有一個耳窿嘅。後來發現哇，咁多耳窿真的毫無用處咯，同埋戴咁多粒就會覺得有少少 MK， 咁所以之後就只係留一對耳窿啦，其他嗰啲已經埋曬口啦。之前疫情的時候左右兩邊很冷清啊嘛，跟住依家已經開翻曬所有鋪頭啦。但我發現有一個奇怪的點咧，就是好像冇乜外國人，冇乜旅客，因為疫情之前如果嚟雲大嘅話，經過10個人，我想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唔係講韓文咯，但係依家咧係真係多翻好多韓國人，係咪我嘅錯覺咧？總係覺得好似本地人嘅比例多翻好多。外國人滿有。哦。喺日本갔을거야지엔나。그런가？아。엔나싸잖아。제일역대급으로싸단말이야。係喎，有呢個可能性喎。哇！想講前面超級多人排緊隊啊！要唔知？咁啱啱偷聽個職員講咧，佢係賣嗰個遊戲嘅公仔模型之類嘅嘢，可能係限量發售嘅話，或者喺韓國本身好難買到，咁所以就好多人嚟排隊啦。굿즈사면은아마가격도올라가지고啊！我哋今晚嘅晚餐咧就係食湯飯，喺雲大中間咧有一間係好好食嘅湯飯店，係之前韓國朋友介紹我哋食噶。特別依家冬天食一碗湯飯，真係成個人係即刻暖粒粒咯，超正。同埋入嚟食嘅客人咧，大部分都係韓國本地人咯，反而冇乜旅客，咁所以呢一間咧非常推薦大家嚟食啊。最出名嘅一人 set 就係呢一款啦，佢中間有碟肉啦，跟住有湯飯啦，同埋有齊曬啲小菜啊，呢個又係好好食噶，一種燒出嚟嘅火香味，呢個啲肉質又好嫩喎。奶白色的豬肉湯嚟啦，跟住仲會嚟一碟白切肉嘅，咁佢呢一份是二人份，跟住下面仲有團火用嚟保温嘅。韓國嘅湯飯店咧，隔離都一定會有呢一啲調味料可以加入去湯入邊嘅，都係根據自己個人口味去揀嘅啫。咁我自己通常就唔加嘅。嗯，佢白切肉咧又係可以咧嚟包生菜食。嗯，我哋食嘅就系呢一间啊，通苏白喺云达八号出口行一分钟就到啦，超近。咁依家食饱饭就梗系去饮翻杯咖啡，食件 K。喺条小巷入边比较隐蔽啲啦，咁但系条马路出面咧，其实有条彩虹引领住你入去噶，跟住一条彩虹行入去就得噶啦。我间铺真系喺条罅入边咯，哇！但系个门口设计得好靓啦，哇！朝头早嚟打卡嘅话，应该会劲靓咯。啲单人望咗全部睇下知，佢铺头边全部都系绿色，全绿色，冇噶。哇，好衝擊啊！呢個視覺效果，佢呢種設計真係有嚇到咯，完全粉紅。嗯，佢呢個壁畫都好靚啊！我成間鋪嘅設計都真係好前衛，同埋真係好吸引人咯。佢呢一層係粉藍色。就是呢一款彩虹醬蛋糕，佢醬是彩虹色，跟住淋落去嘅時候就會變成呢一種效果。仲有其他顏色的醬，青 BB 啦，跟住有藍色啦，有紫色啦，橙色、黃色都還好，但係呢個藍色真的勁唔開胃咯，顏色。好靚啊！全藍色，再配橙色，哇！佢每一個位置都是打卡位咯，勁正。呢一邊牆上勁多個鐘，呢個角落都好有 feel 喎。佢呢間 coffee shop 真係可以打100次卡咯，勁多位置可以影相。因為醬同個蛋糕係要分開嗌嘅，一開始以為咧純粹係個顏色唔同，應該個味一模一樣啦。但係原來佢每一款顏色都係唔同味咯。藍色我啱啱覺得勁嘔心嗰一款咧，佢係蘇打味咯。Still ahead of me, and I don't have a clue right now. But we can take this ride wherever it goes, as long as.
买傻。不過佢呢杯真係堅好飲，嗰杯冇好跑。跟住仲有一層係天台啦，個天台一樣都係五顏六色，好靚咯。我啱啱望呢個位咧，以為佢係正方形嘅窿可以通過去啦，咁但係其實佢一塊鏡嚟噶。嗯，之後咧都會繼續再陸陸續續介紹多啲關於雲大人氣高啊，或者好食嘅餐廳啦，又或者一啲好值得打卡嘅 coffee shop。哦，咁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 like share 出去，同埋 follow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G。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